好 ，OK， 准备开始。首先预备动作，右腿伸直，左腿弯曲，脚后跟垫地。然后第一个动作，提左胯往上提，然后脚后跟往外翻，同时我们的手，右手上，左手侧，然后绕一下，我们的手腕绕一下，一、二，二的时候坐右胯坐下来，大的时候摸下去，两手重叠，然后起来，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手直接拉到后面去，然后再下耳根再拉开，同时我们的胯转 and 转，前左后右转，蹬去蹬我们的左胯，转 and 转去蹬后面去啊。然后我们的手五六七走，转 and 转，好，转完之后，然后五五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身体是往右边看，左腿抬高，右手放在膝盖上，左手叉腰，然后看旁边，然后落地踩下去，坐左胯，然后手往上，然后再换右胯，手抱头，两手撑开，然后七的时候绕，还是手腕绕一下，然后滑开，胯还是到左边滑开，然后八，八的时候这个右手直接头摸过来，然后我们左手滑下来之后也捞上来 and 捞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把胯喊拍子，五六七八，一二八三四五六八七八，往下，然后我们的手踩一下我们的左脚，然后膝盖内扣打，重心也是往左边倒，然后咔甩一下，左手弯右手直，往右边打，一，然后二的时候并左脚二，然后膝盖是往外张，然后身体慢慢往下蹲，二打三，三的时候交叉啊，打三四跳，然后手按地，五直接起来，嘣，这是五，咔五，然后六打五六，一个爆发，嘣咔撞 and 抱，左手抱腰，右手抱头啊，五打六，然后七，七的时候啊，本来是坐着直接站，右手绕，左手绕，绕完之后下去交叉，膝盖内扣，两手交叉，然后咔把手咔打下去，然后顶左胯。好，这个八拍我们喊拍子，五六七八，一二哎三四五打六七打八，往下，然后直接咔抓一下，手掌抓，然后拳头伸回来，同时顶我们的右胯，擦擦，然后二往上挑，抓住，从下往上，手臂伸直挑上去，抓 and 踩左脚拖右脚，身体做延伸，然后并脚蹦蹦两下，两个点啊，上来之后咚咚，高的低的，然后擦，这一下是右脚往后踩步，左脚拖，然后我们手擦擦擦擦伸直，然后抓回来，然后头也是蹦，头给个力，五六七走蹦，然后又换脚咚咚咚，换脚啊，跳一下，滑开之后左右左右，嘣哒哒哒，踩左脚踩右脚，顶胯顶右胯，我们的左手放后脑勺，然后头也是看右下方，然后嘣七的时候，这个手直接搭下来，然后抱着脖子，然后右手抱头抬的，咚咔坐左胯，然后又一个嘣，又是一个撞一下，撞身体往前撞，拳头拉开，撞，收左脚，然后右手上左手下，半蹲。好，这个八拍我们喊拍子，五六七走，一、二、三打四打五，哎六、七、八打，往下，然后我们的手直接拽开抡下去，然后同时我们的胯上下画圆，上边、左边、下边、右边上下画圆。五六七转，嘣 and 嘣，两圈之后，然后踩踩，踩左脚并右脚，然后我们的手斜方向往下，手掌然后抓，踩踩，然后跳开抽，左手在胸前，右手往上，然后往下抽，蹲马步，然后咔往下提，
提右胯，脚跟翻起来，然后转，啊，这个手，左手直接在前面绕到后面去，同时我们的右手配合直接伸直拉开，同时我们腿的膝盖外，然后往里扣，咔，背扣，身体展开，然后小臂绕，身体转到左边之后，绕绕下，下，然后右手摸腿，然后最后一下，左手放下，腿伸直，手从脖子摸下来，做个 wave， 延伸。好，这是最后一个八卦小拍子。五六七，走，一 and 二，三打四打五六七打八。好 ，OK， 好，下面我们完整的喊拍子来一遍。五六七八，一二打三打四五六打七八，一二哎三四五打六七打八，一二三打四打五哎六七八打，一二三打四打五六七打八。好 ，OK。